就这个。我相信你。两个人要互相检查，攀爬者检查保护人的锁有没有锁死的。攀爬者就看你打开箱子枪里有没有钱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两方要沟通，就是我可以爬了吧，然后保护员确定我准备好，你可以爬了。我可以爬了，差不多了。腰，我的腰哼一声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哇塞，嘣一声。没事，没事。别再犹豫。这是个功夫，就是这么练成的。起桨了，这全是这个，几天就能磨出来。老红的手，老茧子还是不行，我使劲磨来。因为这一期他用那样的皮套都出来了，浑身都带鳞茧。